不知道多，他就跟你讲多了什么，他就在跟你讲多了什么，然后包括 completion， 包括 round， 包括 fraction， 包括 floor， 包括 ceiling， 他都跟你讲怎么用它这样。啊，这样 completion 跟 completion 跟那个 completion 跟那个 floor 就不一样。OK，completion 的意思是更加后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试一下，如果是 floor 的负的根号二，那个 sqrt 就是 square root 的意思，根号，floor 根号二它就应该就是负二，对不对？因为定义是不超过这个数字的最大的整数，要给你负二。那如果是 completion 的话，如果是 completion 的话，它应该等于负一，因为这个数字。是负的一点七四零零，好，我可以先把它干掉。好，那个如果是取正常的标识，好，那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贝氏数列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贝氏数列。好，贝氏数列有很多好的性质，我们拿起。好，它的规定是 f 零等于零 ，f 一等于一 ，f n 等于 f n 减一加 f n 减二，其中 n 大于等于二。OK， 这是李拉杰森的规则。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数列生成出来，然后看发生什么事情。那我的习惯是通常会先找个 start， 就是以上不算，以上不算。所以我定义数列 f 0就是0，然后 f 1就是 1，OK， f 0就是0 ，f 1就是1。对 label 来讲啊 ，label 的令某个东西的词是什么东西的语法是用冒号等号来写，所以我把0这个词指定给 f 0，把1这个词指定给 f。那它的数列的那个指标是用中括号来解释 ，OK， 好，所以 f 0等于 f 1等于一，我怎么写这个 b 为是呢？我怎么写这个 b 为是呢？我会说 for 足标 n from 二到，或者我比较喜欢西部电脑，我喜欢一千 ，OK。然后度什么东西？度 f n 等于 f n 减一加上 f n 减二 ，O D O D 不是黑色数的意思 ，O D O D 就是 D O 的相反，就是括号的意思啊，就是括号的意思。OK， 所以从二到一千做这件事情，然后电脑就会低价。稍微挣扎一下，按下去，嘿，你花的时间比我想象多，你花的时间比我想象多，啊，对吧 ？OK， 好，我做了，我后悔了，为什么？因为他把所有的答案都输出来，对，他把所有的答案输出来，所以我不想让他输出答案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我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分号改成冒号，叫他不要把答案输出来。每一个 label 叙述里面后面加分号的意思是执行这个动作，然后把答案输入出来。如果你不想看到那些答案的话，你就加冒号，你就用冒号来当结尾，它就会把它放，它就会把它放在里面，就不会输出了。因为其实你也不想刚刚看到那 F1， 好，我们刚刚上到 F1000 了嘛，我们把 F1000 打出来。啊，你也看不出什么东西，你就看数字。OK， 那。我自己这次最近在用这些电脑工具的时候，我觉得套装数的软体基本上还是比一般的程式语言好的地方在，尤其做组合的开源，它可以很容易处理大整数。如果你用 C 用 Java 的整数是有代码的，有可能32次到64次，再大。可是对于 Maple 或者 Node 来讲 ，Stage 或 Python 来讲，它会很容易，它
它除以的整数的精确位数，有 A 除以整数位数，就是你的记忆体的大小，基本上就等于这个规模大小。好，那我现在不是要讲这件事情，现在我这个数字多少，其实我还有两样，这数字很大哦，因为你也不想，你也不好意思数到几位，所以只有比高有一些这个指令来问，这个数字大概有多大？他告诉我大概4.34667乘以208次方。OK， 这个指令是以到实际上是两个字的合成，它是 evaluation 求值 ，in floating point 以古典运算，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像规则符号的东西。好，那它自己内建里面呢，除了这个指数部分之外，它的有效数字是十位。好，所以你要改变有效数字的话，可以在这个你可以在你要求值的那个数字后面加一些逗点，比如说你要求20位，还有20位。那最后一位是4者5嘴，是否是正确的 ？OK， 好。那现在我想研究一些好玩的例子，譬如说这个数列里面哪些项会被无整数？哪些项会被无整数 ？OK， 所以我想观察一些规律，对不对？那我怎么观察规律呢？不好意思，我当然不能跟刚刚一样把前面100项列出来，然后开始连数谁被无整数。要好的方法应该是我把每个数字都除以5，看看那个数字是不是零，余数是不是4的话就是零。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每一项除以5的数列出来，怎么列呢？把它列成像一个数列的样子 sequence， 然后 f n mod。对，那 m 从0到这边20，好，那我知道它。对，你就看到0 1 1 2 3 0 3 3，那数嘛，零是不是5个？每5个出现一次，每5个出现一次，怎么样？零是这是从零开始嘛？对，0 1 2 3 4 5，1 2 3 4，2 2 3 4，3 2 3 4，4 2 3 4。对，每5个出现一次。对，所以当你做出这样的实验之后，就会形成一个 conjecture， 一个推论，一个猜测。怎么猜测呢？在这个定义之下 ，fn 是5的倍数 ，depend on n 是5的倍数，是不是就有这样的猜测？那下一步当然想办法证明，因为这是观察，这是观察。哎，好，我们除了5的倍数，你还可以看7的倍数，对不对？你还可以看7的倍数，所以刚刚那个指令过来，它比有配置的，把它改成7。OK， 这是第五项啊，1 2 3 4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好，每8项出现。所以下一个条件就是 f n 被7整除的冲量分第二条件是8是 n 的倍数 ，n 是8的倍数。可以做很简单的这样的实例来做这件事情。好，刚刚讲排列组合，刚刚我们不是有公式拿那个什么那个 summation。summation 可以从零到无限的零到 n 的 k 乘以 t n k 等于 n 阶乘，对不对？好，那我们要知道乱表数，对不对？好 ，t n k 刚说的是 binomial， 啊，这项式系数 n 除 k 的 t n k， 啊，其中 d i 就是 d i 这个一减。一分之一加二阶乘分之一减三阶乘分之一 ，d n d 一 d 啊，加起一直到负一的 l 次方的 l 阶乘分之一，这个数字乘以 l 阶乘，这是乱排数的公式，啊，错排数的公式。好，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我设计这个公式，然后就把它套用到这个条件上，这样做出 n 阶乘出来。好，所以我们习惯就变成知道了。先弄的 ，OK， 我先定义 D，
那个 metal 的这个 B 哈，你看它写，你看我打 B 的时候它是正的，对不对？但是我打 A 的时候它是斜的。这东西是正的的意思，至少对 metal 来说是一个指令，它就是个暗示，你不能把它当做符号来写。所以我们就不引用 B 好了，用 B 小 D 小 D 等于小 D 等于 N。L 好大 ，Attention， 负一的 K 四方除以 K 阶乘 K 乘以大 L， 再乘以 K 阶乘。OK， 这是 P 的公式，这是 P 的公式。好，那所以 P 是 N 跟 K 两个东西的两个变数的函数，它就是 binomial。n 除 k 乘以 e n 除 k， OK， 这个好，所以为了取信于大众，我先算 p 除 p 七三， p 七三的意思就是七个人丢帽子，刚好只有三个人拿到自己帽子的方法数， p 七三，好，请自行检验答案的三个因素。好，你用公式可以直接算。好，那我们现在想要做什么？我们现在想要算的事情是 summation k 从零到 n 的 k 除以 pnk，k 除以 pnk。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是 summation 的，k 乘以 pn， pn 给个数字好不好？七好了 ，p 七 k 从零到七。我们预期会看到什么答案？就是七阶乘或零四。OK， 那你觉得这是一个实验不够，这是一个七，你当然可以改这个数字，不好吗？所以我们就写一个函数好了 ，summation s 就是 n 达到 summation 的 k 乘以 p 的 nk， p 的 nk，k 从零到 n， 这个公式，然后 s 七就是540 s 八就是4032。那、啊、当然，并不是每个人看到4030就知道他是八阶乘，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如果我把这个家伙除以 n 阶乘，答案应该等于一嘛，对不对？答案应该等于一。好，你只看到两个一高兴，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做好多事情。那你看，今天有这个新的答案吗？
很漂亮。然后而且你要记得哦，这是我们叫电脑算，如果你不用电脑的，你要手算，对不对？算死了。电脑可以帮助你做这件事情。OK， 电脑可以帮助你做这件事情。计算就很长了，而且消完的消数嘛，就是你也不知道消完这个多少多少这样。但是你总是可以用电脑做一些一到十二这样，懂吗 ？OK。那其实讲到很多难题数列，有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很好，很令人意外的应用，叫做有个程式大家一定知道，叫做 Excel。Excel 是很适合拿来做递归的东西。好，让我做个示范。我们刚刚不是生成那个贝氏数列吗？贝氏数列的意思就是这一格等于上面这一项是前面两项的总和，这一项前面两项的总和。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开一个活页符号，看起来太像，对不对？放大一点比较好。贝氏数列的规则是第一个是零，第二个是一。OK， 从第三项开始，这一格等于上面两格的什么 ？OK， 这个一看起来没什么，下一格是这一格的差别。好，那其实你看一下它的公式里面，上一格叫做 A2 加 A， 下一格它会变成 A3 加 A2， 因为所有的格子的规则是相对性，不是参照性的。它只看这一格跟前一格相对的位置。OK， 啊，所以你把这一格的公式抠下来的时候，它的相对位置跟着抠掉。所以刚刚写的 A2 加 A1， 它指的是应该是这一格是上面两格的总和。那你把这个公式抛下来到每一格的结果是上面两格的总和，所以你把它拉下来。啊，这个虽然是 Mac 的 OP，Mac， 但是它的就是还是 Microsoft，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右下角的怎么拉下来，就很容易可以生出一堆，可以生出一堆可以数据。Excel 应该比 Memo 复杂吧 ？OK，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说，我想要观察那个余数公式，我也可以来做啊，对不对？这一格就是 MUD 这一格除以我看除以的余数 ，OK， 于是你就有。就开始01123305，你就看到每五格一个零，怎么样？你可以 MUD 七，这样子。好，所以。Memo 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分的 ，Excel 上是一个非常适合建构那个一本书的东西。我再给你个例子啊，就是二项式系数。二项式系数我们在课本习惯把它写成一个等腰三角形，对不对？你可以把它改成一个直角三角形，把它改成一个直角三角形。所以一般有时候你会看到它摆法是。一个是一，这是零点，啊，这是啊，一一一二一一三三一四六四一五十十一下去，好，那它的规则是每一格都是它上面那一格跟它右左上方那一格的总和，哦，就这个公式来证明它 ，OK， 啊，所以那我再多开一个。我也不有工作 ，OK， 然后这个太小了，把它大一点点，大25，OK， 好啦，你需要最左边这个一啦，因为那个一是初始条件，所以就一对一把它拉掉了 ，OK， 这个你真的都知道，就是。你如果一开始给两格，然后一路拉下的话，会做个其他数列出来。
二五，把这两个框起来之后拉下来，它就会弹出。那里面有四个飞起来，把它干掉，不需要。好，然后现在规则是，这一格是它上面那一格跟它左上方那个，对，上面那一格加上左上方那一格的总和。OK， 好，它改了一下，是因为上面那个是空的，空的把它这里不重要。所以我把这个往下勾平，然后再往右勾，我可以一路往下勾平，然后第一列就出来了。OK。然后把这个二往左边勾一下，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往下勾一推，下列就出来了。然后再往右往这边勾一，然后再往下勾，这列就出来了。再一次往右边勾一，然后再往下勾。OK。各式各样的意味可以做。有人东西不讲，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还在等一下。OK， 我增加了一个意义来，这个意思是我要把真填当数字，我要真填当数字。所以，这个是 n， 这个是 k， 这个是 n， 这是 k， 好，这个我的数学里面有两个很特别的数列，叫做 string numbers， 这是 string numbers。second time 都有，第一类跟第二类的 string number， OK， 它基本上告诉你说，你把一到 n 分成几堆之后，然后有什么性质的，多少几种，好了，我讲第二，我讲第二类啊，第二类，好，第二类，第二类我把它叫做 nk， 是什么意思？这个是 number of partitions。糟糕，我可以很流利的使用英文啊，可以啊，就是说，number of， 你把一、二一直到 n 分成这个非公子集，非公子集的方法是。这个叫做 string number of second kind， 它是大 S， 第一类是小 S。OK， 好，所以我们先要缩短一下啊 ，S 母单是什么？哦，大 S， 不是跳跳跳的大 S， 大 S 就是把一二三四五分成三个对公子集的方法是有几种？我不全部列了，我很快讲一下。你要五个数字，你要分成三堆，你一定是分成三一一或二二一，对不对？一定分成三三一或二二一。好了，三三一有几种？三三一是说拿三个数摆在一起就好，其他两个分开吧。所以方法不就是四一五取三，就是十种，对不对？再来二二一有几种？你先说谁是自己一个人，有五种。然后剩下的四个数字要分成两个一堆，方法有几种？但是堆之间没有顺序，堆是不是有三种？假设是一二三四，就一二三四一种，一三二四一种，还有一四二三一种，总共三种。所以五乘三等于十五，所以一乘三等于十加十五等于二十五。
哎，你好，好，我现在要导出它的地位是，我现在导出它的地位是 ，OK， 所以 SNK 在这里。好，我们现在想一想 ，SNK， 好，我要把一到 n 分成 k 的集合的方法输入到 SNK， 好，就问 a 这个数字。摆在哪里？好，如果 n 这个数字自己一堆，那么是不是剩下的 n 减一个数字要变成 k 减一堆？对不对？如果它自己一堆的话，那么其他的前面的 b 到 n 减一要变成 k 减一堆，这个至少有这么多方法，然后再加上这个 n 跟别人一堆，好，所以你把 n 拿掉的时候，你就是有。n 减一个数字要分成 k 堆 ，n 减一个数字要分成 k 堆，然后再去看 k n 要放在这 k 堆里面哪一堆里面，所以是 k 乘以 s n 减一 k， 这就是地位式。很好，所以你的公式是，如果我刚刚写这三角对吧？对，这个点是左上角这个点加上 k 倍的这个点下来。可以吗？但是左上角这个数字加下，左上角这个数字跟上面那个数字乘以 k 之后加下来，那我加起来的地就在这里。OK， 好，所以我还是需要一堆。等一下，我先把这些数字清除掉，对不对？暂时不需要，对，还是先清除内。好 ，OK， 好，首先 S 零等于一，因为啊。没有数字你可以不分啊，就是 OK。但是一个数字、两个数字没有办法分成一堆，是分成一堆，所以下面都是零，所以下面都是零。OK， 下面都是零。好，现在每一格都是左上角加上 k 倍的上面那个数字啊，所以我要怎么写？它等于左上角加上上面那个数字。的 k 倍 ，k 现在在上面，哦，不要忘记啊，这个是 a， 这个是 k， 好，所以我要乘以 k， 我要乘以 k， 可是，如果我们等一下做 copy and paste 的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乘的这个数字 c 万。在你 copy and paste 的过程变成这个格的上面两格，可是我不要这个动作，我要是它不管在哪，它是这一行的第一格，这一不能动，但是那个行是可以动的。那在 Excel 里面，你就按 F4， 那个过气的 F4， 错，加再万前面加个。减号，让一不要动，就是因为 c 是函数，一二三四五是列数，好，如果都不加，表示是相对的，哦，所以在 c 3这格、c 3这格上要 c 2表示它的上面的一格，好，在 c 3这个格上 b 2表示它的左上方的一格，所以你在做的时候是相对的事。可是我现在乘的这个数字是这一行上 C 这行上的第一个数字，所以一这个不能动，但是那个行数 C B E F 是可以动的。好，所以你就在这边加前号，让 E 不要动。啊，如果你要让 C 也不要动，就是 C 也加前号这样。所以你在 Windows 上面你可以直接按 F 四，它就开始做，就在这个四个模式下做切换。OK， 那因为我现在只要一列不动 ，C 是可以动的。我就直接这样，好，然后就开始 copy， 等一下，过来 ，copy， 你不让 copy， 快点 ，OK， 好，这个结果都是一，应该不惊讶，啊，譬如说这个一什么意思？这个一是把十二个东西数字分成一堆，包含什么？百分之九，对 ，OK， 好。所以下一行开始有趣了。
下一行是我先把它勾过来，我先把它勾过来，你好，看，你看一下这个格有没有？这个公式 G 三加 D 三等于 D 一前号 D 一，有没有？这是我要的公式。G 三是它左上方这一个，加上它上面这一个乘以上面这个数字 ，OK， 非常好，非常好，啊，对。对，有这个公式，它就可以勾底下去。好，知道答案的不要紧，如果不知道答案，你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可以跟他对比。一个长度叫做 r， 一个长度叫 s， 你会发现这两个好像一样长。这里，下面看到 r 跟 s， r 跟 s 都是23.5，对不对？好，两个一样长。其实，究竟把 CST 等等难题。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移动，可以移动的物体。怎么说呢？我在做这个图的时候，事实上，所有的物只要 A、B、C 这三个难点决定了，其他东西全部决定，其他东西全部决定。所以 CST 好处是说，所有东西都是这两条线，我只要说是第一条线跟第二条线的分角线。那我在动点的时候，两线跟着动的时候，分角线也会跟着动。OK， 好，所以让我来做的操作就是，我把这些点动一动，再发生事情。是的，这是点 A 啦，动一动，不是这样动，动一动，怎么样？动一动，动一动做的有些不正常，这个图在哪里？你看在这个位置里面 ，R 是21也很重要，就是你现在。就相信点 A 在动，但请大家注意看 RS 的数值，你会发现它一直一样。这个很慢，这个很慢，为什么很慢？为什么很慢？对，我标准的问题上。那不要找到啊！不是有些它不是连续，像我现在 A 移到这个位置，可能基本上 C 移是钝角，可这两个数字还是一样的呀 ，RS 还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本身就有所谓的动态几何的想法。什么叫动态几何？定义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做古典的几何分析啊，古典几何的周期几何做证明的时候。一次只能证明一个图，我的意思说，你就发了，你就遵循着那个图库所说的点 A 在哪里，线图在哪里，画画画，那原始的画出一个图来，针对这个图作证。当然，你希望你的证明是对所有的图都对的，所以你可能会想句话说，我的点是要随便点，线随便画。可是不管怎么做，其实小朋友交上来的作业永远只有一个图，他不会对这个证证明。老师也不会做两个图给你看，但是现在有电脑的东西出之后，你发现说，在这些几何作图的建构里面，你当你给定了几个主动式的物体之后，其他被动式的东西跟着决定了，那个图就开始进行。所以 CST 也是一样，就是讲一样，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些图跟解图拿来，然后就发现说，你根据一个作图法。根据他几次的作图之后呢，你做出的例子来讲，你把那个图动一动，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些相对的数值出来。所以我会鼓励老师跟同学们做的事情呢，就是自己去想一个操作嘛，就是你就画几个圆，相交、相切，对不对？做完之后，我突然观察到这两条线平行了。那我现在如果把我一开始点动一动，那后来做出来这两条线就是依然平行。如果是的话，它就是能定义到你的公式的方法组织出来，或者是说，我从这里杀一条线下去，杀一条线过去，然后一个圆一交，发现可能跟刚那两条线会共交叠。那这是一个图，我不晓得这个事情对不对。那我当然可以把那开始那些动一动，动一动之后，如果两线一圆还是相交，那这个就是一个定义，那我们就没办法把它证出来。不管是古典几何方法、代数的方法、解析型的方法，这个都是可以做的，甚至三角函数都可以拿来用。但是，
我们就多了一些什么的数学的实验，你知道吗？开始好玩。就抽取法来讲，我刚给你这个定向给出无穷多的一，然后分两个 A、B、C， 这样做下来，它就有一个 M 是 S D 的收敛的这个动作。我觉得老师能在做这样的教学配合上，或者是科在带科展设了之后，秀哥都一直看，绝对很有感觉。他才一开始知道说，哎，我正的数学叙述是这样，是对这一类三角形都会对的事情，而不是只对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比如说我在上微积分的时候，我算一个东西，啊，画出个函数，我画个函数怎么样？然后我们说这个函数先高后低，它有个最大值的切线点，在那个地方切线点。可是当你在那边画出图来的时候，永远是一个静态的存在的。因为是个静态的，那所以学员总是会问说：“啊，老师，你这个例子是你自己回家偷偷设计好的？是你自己回家偷偷设计好的数据？啊，因为这是因为这个特殊函数跟这个特殊函数这么漂亮。那如果我把那个函数改一改之后，你是不是这个现象就不再存在了？我觉得现在电脑可以帮你做这件事，就是你可以给他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让他看说，那这个其实是在某一些假设之下的一个共同性。”那这个证明就是，当你看到现象之后，我们要证明这个就是数学的过程。OK， 好。所以这个例子我自己觉得蛮好。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啊，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当然这个。给你一个锐角三角形 ABC， 三个来比哈，好 ，H 是 ABC 的垂径，垂径哦，所以你可以从 B EH 交 AC 与 M，CH 跟 B AB 交于 N， 所以这两个是 B 对，分别是 B 的高过 B 的高，还有过 C 的高的垂径。OK， 现在我们随便任意。在 BC 边的内部找一个点 W， OK， 随便找一个 W， 然后你有 B、W、N 这三个点，对不对？画它的外接缘，然后令 X、W 这条线是这个外接缘的直径，同理 C、W、N 这三个点的外接缘。出来之后，取 y 是使得 w y 是这个圆的直径。好，这里 x h y 共线。OK， 好，那一样，在解答的时候，你只能画一个锐角三角形，你只能点一个点，然后开始做图。做图之后，这三点的确共线。好，这三点的确共线。那你刚刚会问说，那万一你画图跟我画图不一样，那共线事情会不会被除掉？好，事实上，这个共线不是我做的，就是说不是，当然是我画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故意让它看起来共线，事实上是我过 x y。做直线之后，它会通过 H。我是要画 XY 线段，它会通过 H。OK， 所以我们现在好多东西可以动哦。第一个 W 可以动 ，W 可以动，因为 W 是 BC 边上的任意。再来 ，ABC 也可以任意动，因为只要是两个角就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来动一动，看它是怎样的镜子。而且，请注意看还有什么行为吗？有一件事情隐藏在这个图里面。
看能不能老师看出来。对，我先动打，打就在这里哦。它只能在 BC 边上动，但是注意虚线，它一定都是一样的，有没有？有没有 ？X 跟 Y 一定跟 X 共线。再来，我动 A， 它是还是一直共线？它是还是共线？好，问老师一个问题啊，都问。这个图上还有什么性质是不在这个屏幕里面？就是刚刚的 B W N 还有 C W N 两个外界元素 W 这个焦点，另外还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不会在这条线上。啊，事实上那个点就是这里的关键，那个点上是这里的关键。老师们可以回答随时间很低，不过。你可以从这个探索过程里面看到一些事情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建构，只要 A B C W 给的这个主题被成立，你就看到一些共建性质出来。那这个事情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练电脑的时候，练真的做不到，其实一次补充很多的例子给你看，说这个共建性质是对所有这样的建构组成的。好，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在教同学、学生用 GNP 周期表设，一定要让他体会这样的，它一个动态组合的一个呈现，这样才可以比较安心的说 ，OK， 我们正的数学定理，比如说三点一共线，或三线一共，或者三个四点一共这件事情，是对一般不抽象的组合是建构都是对的 ，OK， 好，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你画完图像，你也觉得蛮好玩的 ，OK， 好，然后再来，然后就是说，我自己的使用经验啊，就是，往往老师在你要编讲义或者是编什么来着，编教材，你在就是画到一个很大的图，你要怎么把它放到你的论文里面？有什么好的方法？有一招叫荧幕快照，荧幕快照啊，因为我用的是 Mac 就这样。我先把我要照的位置，回起来之后呢，那个 OS 变成 Speed。放大以后，总之它不会成锯齿状。
如果你用一步快照，它会给你继续转，通常是一步快照最高的那个。OK， 好。那我为什么画这个图出来？是因为这是个不好的例子，图都有，但是你会发现说完全找不到重点是谁先 skip。OK， 比较好的、比较漂亮的做法应该是另外一个这个。这个图比刚漂亮多了，有没有感觉？这个图比刚刚漂亮多了。我的意思是，你们看到一开始有一个 A B C 三角形，然后不重要的事情都把它做虚线，真正重点的事情是这三个点都线实现。然后我还特意把这个图标出来，因为它真的落地。你一个图书馆，你要知道说这个图的重点，它图书的地方在哪里，啊，其他都是做维护的，就是不太重要。比如说，我为了画，其实当初为了画 X 这条线，我是做 A， 我是做 A 到 B 之间的高，可是这个高其实并不重要，所以这个图就把它拿掉。或者是我要做 B W N 那个圆上面的直径 WX， 我怎么做 X 这个点？我给你三个点，你怎么做出某一个点的对面那个点？好，两招嘛，一招是，既然 WX 是直径，那么 BWX 是直角，所以可以把这个线转九十度，然后把另外一条线转九十度，交点就是 X， 对不对？这是一招。另外一招当然就是先求出 B W N 的外接圆圆心，然后射过去。好，一招，我就用第二招。那我用第二招的时候，我是会先把，偷偷会先把外接圆圆心标出来，是那个点在这个图是不重要的规划。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在呈现图形的时候，你不要把所有画出的画过的地方放上去。就算你通通放上去，你也要有先后大小轻重的分别，这样的话人家不会一眼看到这个知道一下。我至少会满意，就是至少你这个图看会觉得那几个人知道都不太重要，他只是告诉你们要有焦点而已。Okay， 你会有这样，会有这样的感觉。好 ，OK， 好，这次我的 demo 大概到这里。好，然后时间好像。据说现在要休息一下下，时间还够不够？因为我们在对话啊，所以等一下休息个十分钟，我们三点钟回来，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场演讲。那我会把另外两个 demo 继续进行下去，就是 demo stage 啊 ，demo maple 跟 demo stage， 然后我再讲后面的有关于微纳米分析的一个主题的报告。谢谢大家。在空间几何里面，其实有一件事情一直都很重要，就是做投影。做投影，所以给你一条线，线外一点 P， 要你求 P 到 L 的投影点，这是标准的做投影，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情况改掉，给一个平面一，给一个平面一，给你另外一点 P。你能不能用尺规作图的方法把它的投影点记录找出来？你能用各种作图法把那个投影点做出来？你怎么知道你做下一条线是直的，它是垂直的？对于平的积极的问题，其实我会用一些镜子，知道说它一定会移动。做图方法通常是这样，因为我们会做线外一点的投影，对不对？我们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先在这个平面上随便画一条线，随便画。画完之后，我就可以拿 P 对它做投影，对不对？可以吗？这条线做出来了。好，然后。这时候呢，
我再从 L 这样，所以看一下，所以如果 Q 是投影 ，Q 是摄影点的话，那么这个点 L Q 连过来的这条线一定跟你刚刚画这条线垂直哦，对哈，所以我只要做两次这件事情就出来了，我只要再画一条线再垂直，啪回来，对不对？对哈，这个垂直，如果这个垂直画这个也垂直 L， 一就是三角形定理，对哈，啊，那所以。啊、做出合理以后，你就可以，我们就有很多方法把高维波动率扩展到低维波动率，我们就有这样的工具出来。好，那当然，有些老师会跟你说，我们三角形定理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让你可以架势叫坐标系，因为坐标系里面，一个点 P 它的空间坐标至少有两套坐标。第一套是学平面几何一样，把这个点对三个坐标轴做投影点，对三个坐标轴做投影点，对不对？得到竖线上的坐标 x、y、z， 当做这个 P 的坐标。另外一个做法是以 O 原点跟 P 为立方体的长方体的两个对立点，就加一个长立方体出来，去加一个立方体出来。加一个立方体出来，这样就 xy z 对，因为这个两个做法，一个是从这里投影过来，投影过来，一个是直接画一个长方形，这样过来，这两个。那为什么这两个做法都是同样的东西？其实就是靠三角形定理，它其实是靠这个三角形定理，所以。空间几何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东西，就是说，因为你所有的操作都是在平面上完成，你比如说就是平面跟锥线的交，跟曲面的交线的结合，所以里面会有一些东西是，平面几何可以推广的事情，可以值得大家去想一想。啊，数论当然，数论现在比较做不动，就主要因为是。古典的数论能够做就做到了，但当然，因为它还是小朋友最直接可以拿到什么，它可以加减乘除嘛，或自发啊，所以总可以算一些事情来。那几个数论简单的问题，其实都还在大家在讨论当中，例如说啊，元根的问题，或甚至是所谓的离散的对数问题。我要讲的是像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假设 P 是实数，可以磨平，对不对？就磨平 ，OK。好，那我现在随便给你两个数，今年103年啊，103年是实数啊，我们就磨103。OK， 好，随便给你两个数字，一个3，一个7。我知不知道3的几次方磨平3？我能不能很快读这个数字来？对，这个题目就相当于是在模拟云端里面七等于 log， 就是这个指数 x 就是 log 37，但是模拟云端。这样的问题其实在现代数学非常非常有用，譬如说密码学的 RSA 算法，希望跟它有关系，跟取得的对数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可以直接找出个对数来，至少在几个简单的状况或特殊的实数里面，你可以求出它的对数的话，其实你可以破除很多的密码。我简单讲看 RSA 发生什么事情。RSA 是三个人。那他们三个发明的方法是说 ，OK， 有甲乙两方，甲方想要把 x
个数字，反正我们讯息，他把编码成 X， 把它传给你。但是传的过程中，因为譬如说你用电话会被人家偷听，你用网路会被人家截拦截。你需要用一种加密的方式，把明文翻译成密文之后，然后让你收到密文才可以，然后知道一些重要的解码的资讯讯息之后，才能把那个密文再翻回明文来。所以它需要做一个加密的动作，后面还需要做个解密的动作。RSA 的想法是说，我随便我找到一个很大的数字 n， 这个 n 是两个质数的乘积，我已经知道这 n 是两个质数的乘积。OK， 那实际上使用的时候，今天就可能都是五十位这样的质数，所以有很大的两个质数。好啦，那根据尤拉定理，尤拉定理说，任何一个数字 a， 它这么多的 p 减一 q 减一次方之后，就会磨 a 与 b。 对吗？任何一个跟 n 不值的正整数 a， 它只要这么多次方之后磨 a 与 b。 本来的尤拉定理是A 的 P 减一次方的 P 与一嘛，这个 P 减一次方就是小于或等于 P 与 P 不值的正整数个数，那你再把它放到 N 是 PQ 相乘的时候，就变成 P 减一。那如果是 PQ 的话，它就是 P 减一乘 Q 减一，就是小于或等于 PQ， 但是又跟 P 跟 Q 同时不值的正整数个数。那现在，现在我看一下要做什么事情。我要传一个数字，是，我想一想，我要还原动作。好，所以假设我要从到传一个 x， 给他，然后，所以，譬如说，他可以做什么事情？他就把 x 减 xp 减一 ，xp 减一的有什么用啊 ？xp 减一，他需要做一个动作，可以回到那个 a， 啊，还有他的转运算。他怎么做？就是他做一件事情加密之后得到这个加号 y， 然后 y 再做一个动作得到 x， 啊，这两个是转运算。一就是 y 是 x 的几次方 ，y 是 x 的几次方 ，x， 啊 x 就是 y 的几次方。所以最好看起来 ST 模 OK ST 模模 P 减模 P 减一 Q 减一要一 OK 好，都是这样刚好学 OK 好，所以 S 是假知道的事情，你是T 你知道 T， 你知道 T OK 好，所以现在动作怎么这样？甲跟乙先写两个正整数 s 跟 t， 它满足 s 乘以 t 模 p 减一 q 减一余一。那通常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 p 跟 q 是质数，所以 p 减一 q 减一大概就是两个偶数，你可以找到很多因素，让你很容易利用中国剩余定理求出它的什么函数。OK， 所以你找出 S 跟 T 模 P 减一 G 的余一的，啊，甲拿到 X， 拿到 T， 所以，甲就把 X 做 X 次方那个动作传给你，然后乙收到 X 次方之后，把它拿来做 T 次方，
那因为这个性质跟这个性质，它就同于于 x 的一次方，就是 x 摩 n。好，所以他只要把 s 跟 t 藏好，或者是他把 t 减一、q 减一藏好，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因为外面是看到这个很大的数字 x x， 知道或者知道吗？而这次方框很大，你有好的时间可以试它。OK， 那这样的话，利用这个方式，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很快的传递一些，也就稍微安全的可以传递的那个讯息啊。所以整个演算法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 n 大家都知道，然后大家看到 x 知道，但是不晓得 x 跟 s 分别是多少啊。所以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把这个 n 分解成 p 跟 q 两个指数的乘积啊。所以问题就变成看到一个100位的整数，有人告诉你它是两个位指数的乘积。那请问 P 跟 Q 是多少？啊，这样的分解的问题，其实在目前的计算法、演算法或者是数学非常困难，它并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你会说，我们没有关系，它如果一时两刻算不出来的话，我们用时间换成空间，我们算了两个月把它算出来了。OK， 但是银行里面也不是笨蛋，我是第二个密码上也不是笨蛋，他说我只要3天换一次密码。就不完，对，就三天换一次密码，三天换一个，大 A 在这，你就不知道发生什么。好，这个东西不知道大陆有个笑话，在台湾大陆有个笑话，这是资讯系那边跟我讲，他说 ，OK， 所以 RSA 算是有点过时的算法，就是 OK， 首先，通常我们不是从 A 开始分成 PU， 通常是我们有一个质数库。Library of prime numbers， 那我们就拿两个很大的数来乘一乘，就得到一个很大的得数。然后说 ，OK， 甲银行用这个得数，乙银行用这个得数，大家就各有各的嘛，相安无事。好，那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坏人啊，或者是想要破密的人，他就收集了好几百家秘密的银行的 N 出来，他收集了很多 N， 啊 ，N 外面 N 在。好，求两个正整数的最大公因数是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整整他都找不出出来，对不对？可以吗？好，所以他收集到很多银行的 A 之后，他突然发现有两个银行的 A 不止的公因数，就是一个很大的指数。因为那个指数，你要确定一个指数有那么多位。有那么多位数，这个指数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能够用的指数也有很多。OK， 所以有些人讲说，那我就说很多 n 之后，终于碰到有两个数字不互质的，它有一个公共的50位的因数，就是这个因数出来就可以，那个出来就可以分析了，那个指数是完全错的一件事情。后来就改方法了，不过。这个做法可能对一个客户、两个客户不用，对很多客户就不能同时用这个方法做事情。OK， 好 ，OK， 那所以数论其实数论还有一些很简单的操作，但是其他它的答案都很困难，他们都是很好的研究问题。OK， 组合学跟图论，本来是在大学部里面的一个离散数学的东西。那组合学其实就是高一的排列组合的进阶版 ，OK。那我刚刚讲那个固定点那个事情，其实也是组合学的一个问题。那往往学生会有很实际的情境，告诉你说我想要算一个东西，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演算法，或者是好的估计哈，好的公式来算出我想要的东西啊，所以。例如说那个一路引荐问题，就是支持独立跟反对独立嘛，我们讲的是苏格兰的投票，支持独立跟反对独立，然后投票，然后一路引荐，然后我一般一路引荐到这两个选择的方法有几种，或者是那个刚刚讲的基本上面买区辅助相关公司的排版有几种，对，这个都是。组合学或图论法常见的问题，图论法就是说，我有一些所谓图论，跟我们讲的图面，讲的是反正给了一些图片，给了一
些边。首先说这些路径里面有没有回路，或者是不是把每个点都走过一遍，或者引发问题，或者是说我们把这些顶点着色，我需要你满足的事情是，我着色的过程里面，只要两个点用边来连接的话，那么这两个点的颜色不能一样，那这时候着色的图至少要几种颜色，这个其实就有点像那个1970年代解决的紫色问题，一个平面地图啊，最多只需要四种颜色，涂完之后就可以保证两个邻国颜色不会一样。那这个其实可以发现图的语言，就是说，画个台湾地图哈，台湾、台东。有点低，桃园、新竹、苗栗、宜兰、台中、都可以看到这里，对不对？示意图，还没有准到。然后台中是这样，对不对？台中也是可以，台中有跟新竹连吗？没有。台中有跟宜兰连，对不对？河畔再过去就宜兰啦，对吧？就是台八直接下来是，从这个宜兰有一条公路不是可以直接到宜兰吗？有没有啊？台湾地有啦，台八甲线不是吗？台八甲不知道是台湾吗？他接到林山台中线啊，哦台中市哦，是宜兰线对台中市这个。更委婉直接 ，OK， 然后就这么好。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线式用点来表示 ，OK， 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这边宜兰、花莲 ，OK， 然后有连接的就画有相邻的。线界我就画线，所以这个，你总会画个图出来，对不对？所以刚刚的四色问题，相当于说我在这些顶点着色，你看桃园有没有宜兰街？桃园有没有宜兰街？对，拉拉山，你只能过去就宜兰。基础一概念。这边，所以像台北基、桃园基啊，这三个都不能做一样，我觉得他们都相近。那对一个平面图来讲，你最少要几个颜色啊，才能完成这个主色问题，就是反正不会有这么问题。那五个颜色很好证，大学课本都有；四个颜色很难证，根本有电脑证了半天。还有在环境课程上面证的问题，都是电脑证。再来，基因体系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学问，而且它还跟其他科结合，就是生物统计、物理统计、化学统计。OK， 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它没有。当你算到一个随机变数的期望值，就很想算它的变异数。如果你有信号，就会很想算它的变异数。OK， 好，这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基因统计本来就是一个。人类有兴趣的问题嘛？就你看，每个都需要有多少米的嘛，对不对？需要有多少？那个是人类的本能，这样。OK， 那所以我们社会有特殊，那基因是多少？而且我们现在在课纲里面把基因统计的语言通翻成随机变数了。那个说法其实是比较符合现代基因的想法。以前那个突变基因，说真的，在第二次人类聚其实就是在谈。每个样本研发这个基因相同的情况的话，那个决定上太大，我们应该放到一方排列中，让每个随机变数的取值有赋予它一个基因值，然后算到随机变数的期望，然后有各式各样的情境都可以摆成这个样子。各位老师可以试着把高一的突变基
几率的题目，翻译成高三的随机变数题目。啊，其实我是一定很过分，这个随机变数的概念真的是很过分。啊，你可以很容易去转换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抽五张扑克牌，扑克牌真的可以让你想不想？我很多想问都知道。OK， 你抽一副扑克，抽一副扑克抽出五张出来。好，高一的题目会问，抽到两张牌是红色的几率是多少？到了高三，把这个题目翻译成，我令 X 代表从一副牌里面抽出五张牌的时候，红牌的个数、张数。那这时候 X 二的几率是多少？它其实就是这样的翻译。那当你翻久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说，很多几率的东西用随机变算也是非常舒服方便的。你还可以说你 X 大于三 ，X 是奇数，各式各样的问法。OK， 那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不要说很有大意，就比较容易。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其实那套语言讲起来真的不太清楚。所以你看后来发现，期望值跟变异数这些事情好像就从第二的第一册第二册消失，摸到第一册去了。第二册我们讲的是平均，我们不讲期望值。啊，第二册我们会讲标准差，不过标准差是一个特殊的，它是指那个数据的标准差，但是我们后处理数据的时候发现。那当然你可以做一些回归分析啊，分析实践，你也可以用做这些实践，可以做最次的分析曲线都可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课程。OK， 然后再来就是战场分析，就是其实这有点像跟电脑方面做结合。哦，当你设计一个演算法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演算法快或慢是多少？哪一个演算法比较执行的速度比较快，或者需要的波动比较少，或者需要的时间比较短？这或者需要的储存空间比较小，这都是我们关心的事情。那啊，当你有一些想法之后，你把它放到数学模型去分析，其实有些根本就是现在的研究学者还在做的事情。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们局限在沟通数学这方里面才能看到的东西。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说，那我们如果说跟现在的科技去连接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所以接下来我要开始 demo 一些计算机的应用。OK， 那大家熟知的计算数学软体部分呢，其实我粗略分成三类，一类叫几何软体，就是软化画图的。啊，大家常常看到的是 GSP 跟 GeoGebra， 当然还有其他的，有些是因为不熟做不了，就是不熟练。GSP。好像还掉钱，现在还掉钱。GeoGebra是因为 Java 写的用钱，可以自由弹奏。那形式符号运算呢？大家常看到是软拉力它跟 Maple 这两套是要钱。最近去年开始接触到的人叫 Stage， 其实非常方便，我们可以用它。那事实上它有很多很多好的事情啊，它不用钱。那但是。如果说你要做数值运算，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矩阵的特征式的跟的大小，它一个扰动，它你不需要精确形式的话，精确形式只要知道浮点值的话，那 MATLAB 它有一些特殊的函数库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你就把它丢下去看到值是多少。一般来讲，那 MATLAB 上也可以做一些实验的，但是好像没有会满足拉比达强。那所以我让我 demo 一下，这些软件。那我这边在套软件就是 GeoGebra、Maple 跟 Stage。我先做 GeoGebra。OK。我应该先秀这个题目。
看到吗？我这样秀的是2012年的 MOD， 你也知道，三角形 ABC 相对于零点 A 的旁切圆已经叫做 J， 而且那个旁切圆跟 BC 边切于 M， 然后又跟直线 ABAC 切于 K 跟 L， 然后让直线 L 跟 M，LN 跟 BJ 交于 M，KM 跟 CJ 交于 G。OK， 另 S 是 AF 跟 BC 的交点 ，D 是直线 AG 跟 BC 的交点，正 M 是 S 的中点。好，题目考完给你分了。好，那这个题目的图形长什么样子？图形长什么样子？这样，好像我们点，那划来划去我都做不懂。它的图形长这样，是你吗？内容其实我们不太能够去建议，因为
俊朗个人做的东西，而至于俊朗的社群跟整，而是一个像写作的工作坊，如何写作的，所以当你作品出来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比较像我们工作坊的重点。那所以如果有这些作品的话呢，就会在第二个阶段的课程，跟利用所谓的一对一的方式，或者来跟各位老师交换意见。那像去年哦，这个是今年第二年，去年在台北办的时候，数学哥好像是有教了三届，但是有一届他号称数学哥就被取代，就打到第九个人去，就是不是数学的，可是数学哥跟我参照数学的两届，那既然有两届的话，还是看一看，然后给了魏老师一些建议。那当然我弟没有在做后续的追踪，所以不知道可以做出来。不过，希望借由这样的工作坊，让老师知道说，其实我们在指导学生做课程的时候，有哪些方向可以依循，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格式啊，写出来的呈现它的数据、它的设计、它的运算过程的方式啊，需要有怎样的规范，这是我办这个工作坊的目的。那今天下午是分科两堂课，那数学科是他们两堂课，一个是选，他给我的题目一个是选题。另外一个是实验设计、数据分析研究，可是我觉得对数学来讲，这个实验设计跟数据分析研究好像不是数学的分，就是说，其实数学的重要的事情，它我怎么去推导公式，然后证明定理。那所以，就于实验设计或者是数据分析，就比较像是实验科学方在做的事情，其实对数学科可能不见得适用。就好像今天早在讲写作的时候，一般科展写作报告里面前提啊、条件探讨啊、使用器材，其实数学课好像都不太懂。所以我们在下午的那个研讨里面，我会把在数学科里面可能需要修正一些东西呢，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来讲，因为这个真的是比较属于数学科方面的事情。那所以以下我会针对选题跟归纳与分析这两个主题来做经验分享。那其实有点像是我个人在做科学研究跟做数学研究的时候，我会通常会采取一些进程跟路径。Okay,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到第一个题目就是到第一个主题就是选题。那今天的演讲方这一场演讲大纲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在做数学科展的时候，通常会碰到什么样的题材？就是我们现在的选取或者是方向要往哪边找？那当然我们会稍微提到一下现在研究的趋势。那这个研究趋势其实也是要配合中学生科展的方向，和中学生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科展内容。那我们也知道说，譬如说数学科，我们等下再谈。但是据说其他科，经常跟我们教授周文科教授来的时候，他说现在高中在做的生物的科展的内容课程，动不动就要用到千万级的实验器材、显微镜这种东西去看一些细胞的结构，那看起来就不像是高中自己可以发现出来的东西。那我们到底在科展的过程要学什么东西？那这些题材课程是不是学生们自己可以经由研读，不管是课本也好，或者研究教材也好，能够得到的东西？这是我希望带给大家的一些方向。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于计算机的使用，这些计算机其实是 computer 的词义，但是我实在不想把它译成电脑，因为译成电脑太多。怎么说？其实，现在的工具更多，包括一般很多配置计算机也好，甚至我们平常讲到的个人电脑也好，甚至现在平板、行动装置都有一点中阶以上的计算能力。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软体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数学上的实验，然后更多他会做的一些 demo。 OK， 那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讨论下面的事情。那这几年啊，对其实数学科展的题材其实多半从这些方向出来，并不是唯一的，但是并不是只有这些方向，但是多半从这些出来。其中数论跟古典几何本来就是数学的核心的内容，因为在从古希腊时代开始，2000多年前，其实
比如说科学家、数学家本来就有数论跟几何的想法，而只是数学科厉害端能够把这些实际上生活上碰到的东西转换成符号，然后要开始在对符号做操作。那所以数论里面的一些问题，包括质数或者是同余或者是二次剩余，大家在高中课程现在比较少，因为数论题材基本上在目前的高中课程已经被删除了，几乎就是没有的。那所以这方面就是至少对目前的各位老师要指导同学们做科研的时候，对于数论方面的东西其实就可能比较困难一点，因为同学不见得有这样的基础。所以它当然是个古典的东西，你可以做加减乘除之后去发现很多的事情。再来就是古典几何，那这一讲就是所谓的以前的指挥作图啊，或者是更严格的组合证明。那等一下，我知道有些例子是从竞赛问题衍生出来的，就是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其实世界上还有就是说都在台海中嘛，在那个数学的奥体比赛，其实里面有很多问题，就变成了科学研究的一个延伸的方向。那也许今天这个问题问出来，它只是问单一一个数值是多少，或者单一一个现象是什么。是你在机器做研究的时候，你发现说，当我把一般的数字，把特别数字改成一般的数字 n 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第四点确认问题或游戏哦，本来是我去年讲的重点，可是后来发现说，这个好像都快做烂了。譬如说，数学问题最有名的，就是科展最常出现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谜。哦，我有三对同伴，啊，两个人轮流拿，每一个人只能拿一个到十个。最后拿的还是一次赢，还是要拿的输。啊，这种题目各种的变形，这种题目其实在科展里面出现过太多太多次。那这种题目也不能说不好，就是说你给一个小学生或者是国中生来做练习研究的时候，他会根据不同的状况会列出很多很多的表格，然后想办法去归纳一些规则，说什么是必胜策略，什么是必败策略。通常不会讲必败策略，不过什么时候没有必胜策略？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数学的角度来看，它其实那个难度，那个研究的深度是已经到一个 level。那后来在计算理论里面，其实已经有比较高的温度能够一次解决今天的问题。这又是一些延续性的研究，就是以前的学长做过什么事情，对我们看跟下来做。或者是第四十六届的全国科展做什么事情，再跟大家继续做。那这个问题通常往往是一个老师在一个学校里面，从第一届再到第二届到第三届到第四届的下来的事情。那这种题目不是说不好，而是你希望每一届的学生能够做出不同的东西，每次各有各的深度，而且那个东西是希望引起同学有兴趣，他最好有主动的兴趣。他最好要主动的兴趣，不然的话，他做这个问题不知道，他只是接受前人小学长姐的旧成果，然后他可能也不晓得说为什么这样做。OK， 譬如说，我看看什么例子嘛？在这里，譬如说，在五届科展里面呢，我们学长谈论在棋盘上摆两个车的配置。那我们就先把三个G看发生的事情。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不摆任意多的 K 区呢？就是说 G 互相攻击嘛。那如果我可以摆两个，那我们三个、摆四个。那我如果说我可以任意摆的 K， 找一般的规则，那当然就是很不错的事情。好，譬如说下面又是一个例子，说某某人在证明了一个虚数对三角形是成立的，三角形对了。那我们现在看。四边形好不好？那四边形又分出四边形、凹四边形，然后分人在内接四边形、人外接四边形啊，对对吧？就他做了很多推广，可是有时候会推广好像不是好的方向。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看出它本身一个数学的一个本质性的建构是应该是有多边形都成立的事情，那我们就应该用多边形去讲。那这种东西。
最怕最怕就是一个老师就跟着一个主题一直教学员，帮他完成他的梦想。就是那时候我自己可能都看过同学的经验，就是这个老师，老师带着无力让学生做点梦想。那所以这种事我们是其实都看得出来，就是说因为做这样的兴趣研究，当科长今天第一句会问的话，就是我到底以前多做什么东西，那个吸氧力量才是我们缺的东西。好，那个研究当然就是一直往前进，就希望说你从原来成果是你的，你只要用你用方法多算几步可以从那个东西来，你如果没有吸氧力量进来的话，那其实这样的研究好像就没有一个我的创新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谈，所以我今天有很大的主题在于近三十年的人生。我举了两个例子，都是 IMO 的题目，大家可以想一想。OK， 这个问题是1978年第20届的 IMO 在罗马尼亚，他说正整数组成的集合1234567898n 是两个不相交的子集的连集，也就是我把自然数分成两堆，然后每堆都由小到大，一堆叫做 F， 一堆叫做 G。然后他满足了一个函数方程式，说对于所有的，对于所有的自然数 n， 只有 n 都等于 f of f 1加一，请你求 f of 24，好，请你求 f of 24。这个题目其实240看起来不是很重要，重点是你可不可以找出一般的 n， 240只是好算而已。事实上那一年，那一年知道中国还没有加入 IMO 的比赛，不过他们的后来的训练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看错题目，看成 n， 在他们做了半天，做了花了很多力气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自己先想想 ，A 等于 E， 对不对？因为 G of E 要等于 F of F of E 加一。那因为这个是递增的，所以 F of E 一定大于等于一，所以整个值一定比一大。也就是说，如果自然数是这两串数字的连集的话，那一一定不是它就是它。可是因为 G of E 比一大，所以它一定是 F of E。然后我们开始推推这些规则的时候，需要24。OK， 好，那你当然可以问说，那这样的数列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性质 ？OK， 结果后来我们发现一件，我们可以拿一个 Excel 表格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拿一个 Excel 表格来做这件事情啊，记得哈。肌肉圈要等于 F O F N 加一，怎么样？所以 F O D 一定等于一，就知道哈，可以好。F 二呢？看二是二，如果这个如果我们不知道是一的话，那二一在这里面出现。可是肌肉一会比 F O F O 一大啊 ，F O 一就是一，所以它不是 F O 一加一。怎么样？肌肉 F O 一就是一，所以 F O F O 一。是一 ，F O 一就是一等于加一等于二，在这里，这个就是二，这个加到是二，可以吗？算算吗 ？n 加一进去 ，G O G 等于 F O F O 加一，所以 G O E 就是二，好，我都记得它不太一样。OK， 然后。所以 F 二至少大于，所以 G 有二等于 F F 二加一，所以 F 二大于二，所以这个知道，所以我们发现 F 二才会等于三，于是 G 有二就是 F 三加一，所以 F 三是四，这是三，四五，三，OK， 为什么跟我记的答案不太一样？跟我记的答案不太一样。我很操作题目 ，anyway， 那这个题目其实就谈到一个所谓的正整数分割的问题。如果答案不一，如果我记得答案不一样的话，这样就这样。
OK， 为什么就这样 ？OK， 好，所以、啊、这个答案也是不对的。不过某一种整数分布会长这个样子。f of n 等于根号 n 根号二乘以 n 的高斯符号，然后 g of n 等于二加根号 n 乘以 n 的高斯符号，所以好怪 ，f of e f of e 加一，对，这不是我们刚刚的实例，不管，好，这是某一个整数分割。那于是其实对这样的问题，哈，求出240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事情，是让我们想要做 f of n。那做出 f of n 之后，下面这个例子，这也是个整数分割，它有另外一个性质，就是我对齐一下哈，三减一等于二，六减二等于四，十减四等于六，十三减五等于八，点点点啊 ，g n 都等于 f n 加二 n， 啊，这也是个很特殊的一个数列，而且你会发现做的整数都只会出现唯一一次，不是在，不是在，所以。你先写出一来，或者你这个数列可以怎么生成的？你先写出一来，一加二等于三，二还没有出现就放到 f， 二加四等于六，那所以四五要放在这里，四加六等于十，加十等于五加八等于十三，啊，六出现过，所以下一个放七，七加四等于十七，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数列全部出现了。OK， 就是你从 f 就填。没有出现过的最小数字 g 的对应位置就填 f n 加二 n， 你就会得出数列来。那实际上它有一个一般的规则，就是根号二乘以 n， 然后 g 等于二加根号二乘以 n， 这两件事情，就是一时不查，它不是刚刚的问题的解答。不过这个数列其实已经也蛮有名的，因为这是两个非常特殊的无理数，啊，这是两个非常特殊的无理数，一个是根号二，一个是二加根号二。然后你去做这个无理数乘以 n 之后，取高斯符号或者不超过它的最佳正整数排一排，你同样取它，然后乘以 n 之后取高斯符号排一排，居然发现你可以把这两个数列可以把所有的正整数都写完，而且不重复。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证的事情，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无理数一对的无理数满足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有的，这个理论是非常对的，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文献。但是，那你可以如何说？我可以找三个数的数列啊，三个数列类似这样的事情，那它需要有什么性质？三个数列 ，OK， 好，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OK， 好，下一个问题是1987年的发的 IMO 的题目。OK， 他说设 P 小 N 从 A 是集合1234567891到 N 保持 K 的点不动的排列的数目。好，到有 K 的对，给定了 P 到 N， 然后我去把它随便排一排。譬如说，我有三个数字123，我就把它排成，比如说213啊。这样的话，这个三是不动的，所以这个不动点就是一个。好，我把有 k 的不动点的一到一个排列写出来之后，乘以 k 把它加起来 ，k 从一到 n。我们想要那个题目是想要证明这个数字的总和就是 n 阶乘，就是 n 阶乘。OK， 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现象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们有很大的求知欲望，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做点实验 ，OK？ 啊，这件事情其实跟等一下要讲的那个计算机的使用有关系。不过，让我们做一个大家最常看的计算机，叫做这好像对啊，这应该用 Maple 来做比较快吧。这个 Maple 来做比较快。来，首先，PN 就是乱排数 ，DN 什么叫乱排数？什么叫乱排数？有没有听过？乱排数就是，有一到 N 的同学毕业不是戴帽子吗？
所以每个人在帮忙毕业之后放进去 DO， 就是说做到第四个标题上，大家就会讲到那帽子都一样。OK， 而且剪到帽子以后，你发现每个人剪到帽子都不是他自己一开始丢到那个帽子几率是多少？这是多少牌？错牌，给你错牌数。哎，两次哦，你有遇到，你有遇到一个同学。毕业了，大家都在帮忙。毕业第二三年 ，PO 的帽子上飞啊，要叫他捡帽子，对，捡起来发现这不是他自己戴的，每个人都不是拿自己戴的帽子，就是所谓的断牌数或错牌数。那其实 PM 就是断牌叫错牌数 PM，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哈。因为 N 个人都没有拿到自己的对，一个零不到，那就错牌数。好。PNK 会等于 BN 减 K， 真是不对，昨天拿错。那什么叫 A 个排 A 个数字的排列 ，K 个不够？答案应该是多少？答案应该是多少？想一想哈，我有一到 N， 我规定有 K 应该拿到对的帽子，那我是不是先 CN 取 K 啦？取完之后剩下的都可以拿到对。所以应该是 EN 减 K 乘以 CN 减 K， 应该是这个数字。然后现在把 N 减 K 的 EN 减 K 放在这里，然后等于减 K 从零到五减零到 N 加起来，答案会怎么接着？哎，好奇妙！为什么？我怎么我太好了，可以吗？等一下，我把 N 减 K 的 K 写出来哦，先等一下。N 等于三的排列有六种，一二三，一三二，二一三，二三一，三一二跟三二一，对不对？六个排列。好，不动点，不动点，这边有三个，那三个都不动，一不动，这个是三不动，这个全部都动，这个是全部都动。这个二不动，所以三加一加三加一乘以三，刚好就是六个，是三阶乘。OK， 好，请要证明这件事情 ，N 等于四也会对 ，N 等于五会对，看起来很奇妙，对不对？因为相当于是把这边所有的圈圈加起来，这不够点个数。那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看法来加它的话，我们问，因为我们要问这里跟圈圈总和嘛，对不对？我们再试着看，固定一的是有两个排列，一被圈了两次嘛，二也被圈了两次，三也被圈了两次，所以三乘以二有六。那这个做法会不会推广到一般的情况去呢？假设我们排一二三四五的排列。我要算每一个不同点的个数总和，对不对？那 与其说我把每一个排列看拿出来之后，就把那个不动点圈出来啊。假设我已经圈好了，我现在试着看，一被圈起来有几种？一已经固定，后面二三四五这边还是四阶乘，所以一排好四阶乘走，二排好四阶乘走，三排好四阶乘走，所以每一个数字一到 n 都有。N 减一阶乘的方法可以被排好，所以大家就是 N 减一阶乘的阶乘。好，那翻成几率的语言，翻成古典几率的语言，等一下，这个电脑不好，不关要睡觉，这个家不要睡觉，等一下，让我叫他不要睡觉，就是在这里。要睡觉，不要睡觉。
对，现在是这样，太好了。就这样。好。那我用基本的来看呢，就是一到 n 的排列中的 n 阶乘，对不对？好，总共的不动点有 n 阶乘个，所以平均来讲，每一个排列有一个不动点，蛮有趣的结果哈、哦。你有 n 阶乘的排列，就有不动点的个数总共 n 阶乘个，所以平均来讲，平均来讲，如果从这 n 阶乘的排列中抓一个出来，抓到不动点的期望值。哎，好啦，我们找到机率啦。那下一个连接性当然可以问说，如果我把不动点的个数当成一个随机变数，啊，期望的比例变异数是多少？我就没有办法算它的变异数。OK， 那变异数就会跟这个东西有关系，跟下面这个东西有关系，因为它是。那个 moment 所导出来的东西，可以想一下，你可以请学做一个实验，比如说，如果他得不到这个东西的 cos， 那如果得不到一般 cos 的话，他有一个大概的行为，比如说，老师知道为什么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知道吗？因为大概。那个变异数的公式本来是期望值的 x 减一的平方，对不对？这期望值的公式，或者变异数的公式，如果用是期望值的话 ，OK， 然后经过一般计算以后，发现它会等于 x 平方的 x 平方的期望值。减掉 x 的期望值的平方，所以它就是它。所以这个数字当然会跟变异数有关系，那有没有办法算？这个其实，当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觉得啊，我可以往这边走了，告诉你。那其实，在排列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统计量，可以让我们做这件事情，真的很多很多好的知识。那都是八十瓦的 ，OK。所以这是我另外看，这是看到的，我有点延伸性的是，延伸性的平均，其实爱猫平衡的玩意也有很好，一个是借去找，或者是去找，比如说全国人民竞赛或者是 PRML 的题目，看看说里面有没有东西。他是要问一个问题，是问题背后有没有一些更深的数学可以让。花进去，或者至少一起觉得心里说：“哎、欸，这好好玩，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工具可以用。” OK， 就是这样讲。OK， 啊，所以刚刚讲的是有关于竞赛，是我们去哪里找题材。那有关于现在的研究的趋势呢？我大概选择下面六点，我觉得是中学阶段大家比较能够做得动的东西。第一个是所谓的古典的立体几何，我想强调一下立体，因为如果古典的平面几何其实差不多了，题目只是越变越难越杂而已。但是立体几何好像是比较大家忽略的东西，大家比较忽略的东西。譬如说我前几年开始写课本，那课本高中第四册不是在讲那个三折线定理吗？对不对？啊，为什么需要三折线定理？为什么在立体几何需要三折线定理？所以，看到二那一行的数字，你看就可以知道，它
是什么？它是二级双阶的一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实验告诉我们 ，S N 二会等于，譬如说 S 六二三十一，三十一是二的五次方减一，所以它是二的 N 减一次方减一。来，有办法解释？这个是观察，这个是观察，这个、其实呼应到我们下一个的归纳，看到一个现象，对不对？这第二行都是二的 n 次方减一都在减一，有没有什么理由支持这个结果？这是证，有办法证这件事情，有办法证这件事情。简单来说，证一下，我先拿到一个数字，对不对？我对每个数字，我就决定有几天丢六天，就两点。好，丢完之后有两种状况是不要的，就是全部在左边或全部在右边。所以是不是二的 n 次方减二？但是把左边右边标准拿掉，就没有分别了。后面那段是真的，刚刚这个是看到现象，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实验是你拿在家里拿 Excel 都可以做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你做 Excel 都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数学实验并不是要太好干，这样刚刚讲的规模要很好干，就是说 Excel 大家都有上过生活与科技应该都会，这个规模要有。反正电脑课应该教了，就是让他打一些这个文件之外，大家做一下数学实验，学得很好。来，所以我们再把第二页会的拆出来，再看第三页。都过来，我下去。好 ，OK， 这数字开始杂乱起来了。不过验证了刚刚计算结果 ，C S 五三二十。哎，现在看起来达到了三分，有没有把三分的东西？那就下一个考问题了，是吧？这公式看起来很乱，对不对？因为像这个跟不一样，这个公式是，然后这两项总和，但是没有问题，应该有，这个有合伙，那当然 N 四、N 五、N 六，然后就更难，做一下。可以吗？好，
所以你可以有一些比特很容易，因为比特属于整数级的方式，你可以看出一些规则出来之后，然后做一点猜测，然后把它证明它。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OK， 啊，接下来我要秀的是那个，我想要秀一下那个 stage。stage 是大家可能比较不熟的东西，对，在这里，这是 stage 两边都搞。OK， 如果你用的是 Mac 或者 Unix 的话，可以直接把 stage 装到电脑里面去。Windows 比较麻烦的事情是，它会让你下载一个所谓的 virtual machine， 就是虚拟机器。它等于在上面跑一个虚拟的 Linux 之后，在上面再跑 stage， 所以有些人不太喜欢这个样子。不过 anyway， 我先把我自己的东西进来，就是在我电脑装好。OK， 好。那你会问说，那你说真的不喜欢的话怎么办呢？知道有一招，有一招，哪一招呢？就是有一个网站叫做 www.stage.md。对 ，NBR， 有没有上？有，好。OK， 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的基金啊。OK， 网络上有一个 Stage 的伺服器，你就直接跑到那边去呢。你可以自己自创账号，或者是利用你的 Google Gmail 账号，或者是 Yahoo 账号，或者是 OpenID 账号去做认证。他就不给你自己的一个目录，好，那我自己做过，所以我可以用我的机密的 OP， 所以我按 Google 那边 ，Google 歌，好 ，OK， 这 OP 之后呢，我就会直接进到，因为我做过，所以我就直接进到了我的那个资料夹里面 ，OK， 我就直接进到我的资料夹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这边是 OK。那所以到这边之后，其实后面都一样，所以我就不用再介绍。那所以我就回到我刚刚的那个我刚刚讲的东西里面来。OK， 你可以设，你可以换一个新的两个东西。OK， 就是够了。英国是吧？英国是吧？啊，我比较是啊。英国啊，随便你选，反正你自己专注的就好。他也可以做像刚刚的地位的事情，实际上很少有人去拍照。啊，刚刚有老师比较说拍照，实际上这这本书里面，它是拍照在上面在盖的东西，所以你想跟拍照像拍照，拍照，拍照，所以拍照的这样。所以如果像刚刚我们要做我拿起的话，我就要做我定义 F 这个是这个 F 这个 list， F 这个 list 是等于一。OK， 你要按 Shift Enter， 它才会去执行这一行命令。你如果直接按 A， 它就直接多给你行，或者可以按下面那个答应的那个。OK， 好了，那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呢？就是我要说，那我就执行，我拿起一千项，那我就说 for n from， for n in range 二到一千。啊，它的计算比较怪一点是 range 那个指令的二是起点，1001是终点，但是是小于，不是小于的。对，1001是执行到1000为止 ，OK， 好，所以执行到1000为止。好，我这边只按 Enter 之后呢，我说 F 这个数列呢，后面 append 就是在这个 list 的后面加一个数字。那加什么数字呢？我要加的事情是 Fn 减一加上 Fn 减二 ，OK， 然后就执行。执行就直接交给我，他就毕业压力就做完了，快，哎，一千是多少？一个大数据，OK， 太大了，好，这个大数据，啊，
当然你也不知道它几位，所以你用 n 这个指令问它有多大，你用 n 这个指令问它有多大，它就变成是4.3466乘以后面有个1208，有没有？后面有个1208，这个是科学系要十的，就这个数字乘以十的208次嘛。它的本质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可以做这个事情。OK， 好，那。那我现在想要另外做的事情是，其实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只有能做，譬如说整数的运算或整数的运算或数学运算，它可以，它实际上可以，你做交给别人，它真的可以交微积分，它可以做微积分。我做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 f 小 f of x， 就它的语法其实比较直接，对 x 的3次方减掉2乘以 x 次方。OK， 好，他知道 f 这个东西，好，那你可以说，我就 integrate f x 等于到四。哦，不行，糟糕。如果这样，不行。integrate 可以这样。他就算了一下之后，对3.3388这个数字，他真的做积分了。如果你只要不定积分的话，就是integrate f(x)， OK， 他就给你他的不定形式。啊，当然他没有积分场 ，OK， 那在微积分里面，你还会做微分，微分就是 d， 你 respect f， 你要跟他说你要对哪个分做微分，就微分给你看。你还可以画图，是吧 ？f。x 等于多少？从-2到2，这样吗 ？OK， 那就画一个图给你看，这样能看吗？好，那就是老把这个指令给做分析，还画图给你看。那当然，我们在高三里面你要学，我们在高三下不是有积分吗？有分散数分类，你有看最高最低点嘛？所以你有一个水平接近的地方，我怎么解释水平接近？它的指令其实蛮好的 ，OK， 所以我先定 df 是 f 对 d 的微 f 对 f 的微分，就是 df 只是那个变数的名字，不太重要 ，OK， 它算完之后就解 df 等于 x， 对，它就给你两个临界点，怎么样？那这个因为在 set 里面等号是指定的意思，跟 maple 的冒号等号是一样的意思。好 ，maple 的等号就是哦 ，set 的等号就是 maple 的冒号等号是指定的意思。所以你要测验两个东西有没有相等的时候，你要用两个等号。好，在 maple 才等号，表真的要两个等号，啊，就解出来它是3/4加减3/7，啊，就是它的切线等于的位置。今天对，我想这样其实学生就开始做高中微积分那些操作，就不会教学做这些事情。这他只要能够上网，大概就一点做，不用钱，不用钱，是蛮酷的。OK， 是你那个 Maple 跟 Sage 在你使用上都有。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 Maple Sage 因为是 Sage 因为是那个。公开软体，所以它的功能是慢慢加的，就是说，它有些功能你可能需要去找那个 menu 的这个所使用的可能不太好，但是它做运算速度真的是里面我会快一点。那所以我现在做法就是说，我知道这些可以做，我尽量就需要这些做；这些不能做，我会叫你做。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是我自己。最近在做研究的时候碰到的事情，我有一个数列，我有两个数列嘛，一个数列，我有两个数列，一个是 Pn， 一个是 Qn。Pn 嘛就是递归关系是，就会等一下，
减一加上 n 倍的 p n 减二，加上 n 减 n 减一的 n 减三。哎，对，哎，不对，错了，没有错。一 n 减一加上 n 倍的 p， 啊 ，n 减一倍的 p n 减二，这样。等一下，给我讲一下，给我讲一下。然后再加上 n 减一 n 减二倍的 n 减三 ，q 比较简单 ，q n 减一加上 n 减一倍的 q n 减二，大概是。
啊，其实电脑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在上网啊、打文件的，其实对数学来讲，我们是可以做很多的实验出来。好，当你问到一些小的规律或一些例会，或者是一些公式的时候，你可以利用电脑的计算能力、绘图能力，好，给我们一些很多很多的例子之后，然后增强我们对于好是怎么要猜对什么东西，我们应该怎么猜，然后猜完之后要怎么证，也就比较多的想法。不然的话，像我刚刚这两个数列，你要算到第15700下，你又算一定算不准。你一定要够好的，啊，你一定要有一点点的程式语言的 sense， 跟一些简单的一些计算。那这都是为对老师来讲，其实你可以鼓励学生去学，叫他们秀给你看，那叫他们用，对不对？老师自己不见得要学，我们只要看得懂就好了。那至于怎么算，其实我觉得学生在使用电脑的能力就比较好了。他们有兴趣的同学会真的会参加的，啊，所以这件事老师就不用担心说话，这个好难听，你不需要先会，你可以叫他们写给你看，写好就给你看就好了。对，这个自然应该会稍微小心一点。OK， 好，那这是我第一部分的演讲。OK， 好，这做的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要算这个东西，就算了。所以我想说，我的这个例子我讲，因为时间关系有点紧张。OK， 这我们剩下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进入第二部分，就是有关于有关于归纳与分析的介绍。OK， 所以我们要分别是，就是我们要知道事情是什么是猜测，什么是命题，然后归纳跟证明的分别，还有分析的结果的整理跟呈现的部分。OK， 好，所以我举一个刚刚说过的那个题目，就是你的游戏里面，两位玩家轮流从三根石头里拿到石头，每一回石头中间拿过干戈，约定好拿到这一颗石头的获胜。那有三根的石头，这种游戏是什么？这个若干颗就是你一定要拿不止一颗，但是上限没有限制，也就是说你们限制上限，或者没限制下限。有些男生现在是拿了更多的基础数，那各种奇怪规则都被研究过了，不要做。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来讲说，我们猜这个命题的东西。啊，比如说你给小朋友这个题目，第一个你会教你什么命题？好，比如说三根石头分别是三五七的时候，就反正小朋友是要做科长，就是要研究一下。啊，所以我问他说，三五七的时候，先走有地震策略还是后走再有地震策略？二五七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小朋友他们就会做很多很多实验表，对不对？要看认真的记录哦，满满的铅笔痕迹，然后一些数字排在那边，不知道干什么。但是啊，我一定要跟你说 ，OK， 三五七的时候是先手赢，二五七后手赢之类的。OK， 那我们一般规则，比如说第一个人看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有一堆是两个石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一堆是4K 加一，另外一堆是4K 加的时候。后手在第一个车里先走进来，对，你有这样的规则 ，OK。再来，就是我刚刚讲 A 是数列，就是 A 是数列 ，A B 的 A 到 B， 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知道 A 是数列 ，OK。那你就有这些事情，然后就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你发现说，哎，你看到每四格都是三的倍数 ，OK。1、2、3，这是三的倍数。5、8、13、21，三的倍数。35、35、5、41、44、3倍数，咚咚咚咚，8、7、3倍数，就是猜测最博大精深的4K项都是三倍数 ，OK， 把它标出来怎么样？好啦，那当你归纳完之后，我们刚刚讲的证明，对，刚刚这个只是看到的现象，这个证明可能是需要一些数学的计算或者是非常难做的事情。好啦，比如说我们看数列 AN 等于这个，对。看有公式，这个有公式，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因为像这个东西，这个其实如果15，这个其实是个自然数列，啊，现在它不太在讨论什么，说你有这个情况，它慢慢公式，所以当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些，你会弄出一些数列出来，那当然你就会反复它这个公式 ，OK， 那。当然你会猜测，因为你有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有时候猜测，那我们就把它剪一剪，做一个像个，它是不是一个三十，三项定理？因为
因为二位是正向地球，一直做一个反动那种加一加二，他知道他也会正向地球。OK， 那所以对于数学来讲，数学的归纳是观察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之后，发现其中共同的规律。就好像我们刚刚在看 IMO 那个题目，你会发现不是只有 X、H、Y 动线 ，Z 也在那样的时间上。这个就是观察。这个观察是透过几何上面的点的移动的，给你很多很多例子，或者是刚刚看到数列里面每四项会得分的分数，这个都是观察。那往往学生会觉得说，我列了100项之后，我就发现每四项一个三分分，他觉得这是正的，可是这四项都不算，因为你只知道100项是对的，你怎么知道后面是对的？对，历史上最有名的失败的例子是牛顿嘛？牛顿他猜测2/2的 n 次方加一就是指数，叫费马指数，费马牛顿费马就是指数，费马猜测2/2的 n 次方加一就是指数，而且他做了5个例子，01234。他就说都对，结果后来发现到目前为止没有下一个结论，就已知道是实数还是合数的 case， 我认为都是无数。现在大家都在猜，那所以观察到很多例子，发现这个其实只是增强你的信心，说OK，我去除应该很对。那真正的数学的追求的事情其实是证明，就是从定义、已知、定理、公式一步步推导之后，利用逻辑推导得到。那我们会以我们研究的角度来，我觉得这个叫数学本质。什么是数学？就是我给你一个情境，一个环境，这个情境环境里面它有一些公理公设，它有一些已知，它有一些假设。当这些东西都满足以后，数学告诉你，经过推导之后，它会有信息。因为我自己教微积分，所以我喜欢用这个例子。就是，譬如说，我们在高维有个定理，叫做在有限 B 区间上的连续函数一定均于零区。OK， 这定理超重要的，不仅是定理是连续。OK， 这什么意思？你就有一个连续函数在 B 上，那它就会有，它就马上可以升级成均于连续，可以做相同的事情。好，那所以。数学是证明这个叙述以后，然后以后我们后面的应用，看到黎曼积分，看到函数数列、函数级数的时候，我们常会用这个定理说，因为这是一个在 B 区间连续函数，所以我们就证过它是均匀连续，那均匀就有均匀收量的公式，那一条都出来了。那数学其实是保证这个过程是对的，然后其他学科，甚至数学或其他学科，就会来应用这个结果在他们的模型、在他们的理论上面。他们要做训题，只要检查这些假设、这些公式是不是成立了。如果成立了，数学保证后面是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学定理都没有错过的原因。因为如果你找到一个不对的例子，一定是你不满足前面的假设的地方，懂我意思吧？所以你如果能够成功证明，用严格的逻辑证明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它就没有错的可能。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说数学定理在200年前是对的，之后今天是错的，没有这种情况。可是这种事情在物理、化学、生物、地科一天到晚发生，因为它的模型有瑕疵，有缺漏，没有考虑到什么 case 之后，然后而且其他学科，我们忘掉实验科的，他们的所有的理论模型都要符合实验的。都要想办法和实验观察的结果啊，所以他们的理论的整个最大架构是从他们生活经验或者实验出来的。那数学不是，数学是我们概率抽象的东西啊，说只要这样子，只要有这件事情，我们就懂。那所以在科展里面，其实很多很多作品最缺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推导的过程，往往就是拿到很多很多例子，他就对，觉得他是对的，然后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就因为非常多。这是其实最可惜的地方，这是我们认为归纳跟证明的差。那所以 ，OK， 刚刚有很多举的例子，他怎么讲？对嘛，就是他的例子。那其实动态几何有没有？就今天跟邱主管也是要很小心，要很小心。我刚刚说，我们刚刚那个例子做 XHY 会贡献，那是对错的三角比就会。
所有的锐角、分角、倾角，就在里面都不是错。那所以你今天万一不小心给了个例子，是让他们三个贡献的，那你可能要会说，我前面假设哪里不会，比如说我是画分角、三角形，或者我打 U 点，把一级线到外面，这样的话可能发生，或者是不是两个人退化重合之后，比如说你要分角、三角形、一级线重合在一起，就退化成型的，那你还有类似的状况发生，这个都是可以探讨的事情。OK， 好，那所以，在科展的报告里面，其实我们很重视下面三件事情，一个就是试着推理能力，一个就是读数据图的能力，一个就是定理的结论跟定理跟结论是什么东西。好，那我先讲试着推理能力，因为我相信说今天没有。我来一个我前天在黑板上写的例子，一个不懂事。这个题目是说，一减同样解，好像可以。应该是这样。好，请你找一个正整数 n， 使得一减 n 除以一减 n 平方小于0.01。好，请你找一个正整数出来。OK。那这个题目其实稍微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中学时段非常习惯把因式分解做各种概率之后，求出所有解。OK， 求出所有解。可是，在高维或分析的阶段，其实因为我只要找到一个 n， 所以我可以闭着眼睛说 n 等于200万分之，对吧 ？n 等于200万分之4是兆。分子代表两百万，所以除以一小于0.01，它就这样，明白？那我们那时候做的是这样啊，分子啊，一除一加 n， 那我们就是一，分一加 n 大于100分取 n 等于100，这样 ，OK。特别到事实的推演，可以吧？一步一步往过这个箭号，其实就是第一个成立的，第二个箭头就会成立，第三个箭头成立，一路箭号过去，箭号的意思是这样。好啦，所以其实往往哈推演的时候，同学们作品常常发生两件事，一个是不写这个东西，一个是不写这个，啊，他就一路排下来。这个还好，你来看你去看看，有些同学会直接一路。知道吗？如果是等式，那一路等下来，你知道吗？很可怕的。就恰当我说，这一路不等，一路等下，或者是如果是等号，他就是一路等。我跟你讲，他就一路等。可能看过哈、哦，这绝对不常。所以首先，这个推导的过程里面，符号的呈现很重要。所以等号当然不对。再来是。这个写法有很大的漏洞，是除了最后一行配 n 等于100之外，前面的写法就有很大的漏洞。我漏洞呢，就是我再补一行，你就要知道问题在哪。真滑稽。OK。在数学上面，箭头的意思指的是单向的推导，若这个则这个。所以你从第一个不等式出发，一路折下来到 n 大于99之后 ，n 大于99是上面那个不等式的必要条件。问题是它是不是充分条件，或者只要 n 大于99，上面那个不等式就会满足？因为我们是要求解嘛，对不对？我们要求解。那所以我们在意的事情是哪些 n 满足这个式子，而比较不 care 是满足这个式子 n 会有什么性质。虽然它是我们解的一个手法，因为这个论证过程里面，其实所有的箭头都可以变成双向，因为可以变成双向，所以圆弱，对不对？这个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充分条件。我假设 n 是正的，
方式一样。OK， 一不重要。OK， 好，这个推导过程在大于约胜数比等于零，所以这个必要跟同时也确实充分了解，因此我知道 H 等于零。在过去的科展报告里面，的确有看到这样的逻辑会发生，要很小心，因为当你不是以等同利益的时候，你要拿结论说前面的定理是成立的会有问题，因为它是说它是必要的，它不是重要的，那么呈现的手法变得很重要。OK， 好，所以往往我们在做这样的推导的时候，你要很注意就真跟紧跟或者是保留的问题，会在这样的推导。OK， 好，像这个也是不好的例子。你要做三角形的时候，对不对？所以 sin x， 你需要知道 sin x 加 x 等于这个，就有一种就是一行一只手，然后那就是从其实这里都不用，对不对？因为所谓等号的意思，左边等于右边嘛。那你有地域就是一等于二，二等于三，等于四，来，所以你就可以一路等下来。那等下来呢，其实是我们假装你把写在平行上面才可以进去，所以这个都不用。但是显然这个除了波浪被墨水以外，就是你要每次要断一下，断一下，断一下，对的。除非你中间有利用什么等量解法公理，你要知道，移来移去的时候，你就真的很没得了。啊，但是如果是在推导，它只是这个一路推下去的时候，其实你把这个正向感比较很清楚说你做的事情。啊，如果这样之后呢，这样有什么会有好处的东西？只是从上面的正向下。啊，那个这个看的是对于看的角度比较舒服，因为毕竟科展做比较要沟通给人家说我做了什么。我推导的过程，如果这个事实推导我比较看得清楚，思路化是比较好，那就是可以沟通。OK， 等下面的事情就好很多了，比较成功。所以一样，这个这是一个极端的第二方的过程。啊，这个过程来，这个过程显然就不对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等号显然就不是它的意思，对不对？你本来是要解这个等于零啊，这个那因为这个等于零，你没用应这个等于，对不对？你用什么样子啊？这个等号就其实跟他想的事情不一样，他是要想的事情是我把两边对称做约等，所以如果你有这个等于零，然后你等用应这个等于，就表示这个等号其实就是做一个对的事情。OK， 好，所以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嘛，就这样。这是完全写对的，可是你完全怪怪，就是写题目就这样。好，这样。OK， 好，我们开始了。所以二 x 平方，二 x 平方减掉八 x 加六等于二 x 减一 x 减三等于。我觉得这个角度不太适合，理由是因为零是等于它，不是等于它。我宁愿把这零搬到前面去。这个是因为等号就是左边等于右边，不是左边最后那一个。等号不是等于它，等号是左边就等于右边，所以这个是已知，这个是已知分解。那你利用第一个等于第三个做它，这样会清楚很多，就是至少很容易发懂。知道这个差，跟差别上非常细小，但是会帮助阅读人或读者知道，就是作者在写什么东西，在想什么东西。OK， 好，所以除了这个二不小心被拿掉，我觉得这样写法会更好。这个过程其实老师在为了要教第四类的方法，这个要讲的，因为它这个等号，它这个等号曾经在这个地方。这个等于上在前面就发生的事情。OK， 也可以啊，那就是一步一步推导过的。OK， 那我就是一路沿着写下来的时候，其实题目并没有给你两倍的 x 一千年三百年这个事情，那等号，那你这样讲 OK， 你甚至可以这样，你这个等于零，所以这个等于这个等，大家完全 OK， 可以。就是刚刚的例子，这断层好怎么样？大家看这个明显的，这
这个图跟这个图哪个重点比较明显？上面那个是不是线都在这边？好，再来。这个图表呈现，这是我们在做我们的计算做的事情，然后我把我们的加起来写在这。好，我们现在讲一讲说，就是说我现在做一些这个。这个就是刚刚这个是二象性系数吧，这是二象性系数展开了 ，OK， 然后是吗？好像不是，这不是二象性系数，它某一个组合结构出来的。二一，我说这个红色这是后面的数字相加的结果，这后面还有一两步太长，我们把它切掉。OK， 好，每一页就有这个数字的，好，现在这里。大家可以想想，我这样说这个是 total， 比这个数字写的黑色的清楚。好，你可以利用字形，可以利用颜色，可以利用大小的空间你的重点。一方面让你的报告更清楚，一方面让大家更清楚看到我们要看什么东西。好，像这个例子来讲，红色字形比对黑色是无输多的。大家知道我要看的是 total。这个就是用排版、编码的写法表现的一个技巧，但这个技巧很有用。OK， 我再举一个很直流的例子，很明显的例子。好，我要怎么知道两个数列的数字一模一样？我要怎么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射不射，丢也是一标出射。OK， 好。然后定理一样哈，你要凸显定理的存在，因为定理是你报告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你做出什么东西啊，你的结果，你的主要的结果是什么 ？OK， 所以你可以加框，你可以加粗，就是不要让它躲在整排文字里面，知道意思吗？定理要就是独立出来，正面跟他说我是这个文章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比如说 a 大于 1.45 的时候 ，a 的 a 等于 y 等于 a 的方程跟 y 等于 log a 的方程相但你总正在说，但是这个是你的主要结果。就是人家如果今天没有时间，除了看你的 abstract 你的那个引言之外，或者是结论之外，就是看你做出什么主要的结果。所以加个框，或者是加粗体，或者是放大，让人家在翻你的报告的时候很容易看到这个东西。那至于说这个定义里面啊 ，log 是什么东西？反正前面有定义嘛，再去查就好了。OK， 就是你有什么主要的结果要让大家知道，要让它在整个报告里面站出来。OK， 然后再加上。再加上你最好能够加一些图，加一些表，例如说我们刚刚列那个费氏数列，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失败的例子。这个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例子，因为真的就太在那里，我不晓得看什么。你可以切齐，你可以五个组合一组，可以，反正你有各式各样的排版的技巧，会帮助你整理数据比较容易让人看得出来。如果你今天要看的是整个东西的趋势，那你就画折线图也好，曲线图也好，好的，要各种图形吧，凸显出你要告诉人家这个东西的什么意义。比如说，费氏数列的性质呢，它会跟二加一根号，二分之一加根号，我们知道很靠近。那你就是画一个那个图，画了这几个图，然后把它叠在一起看，是很靠近。你就有一个那种人类看图就看文字数字快，它比较能够吸收里面要点在哪里。所以如果你的图表整理的好，其实对你的结果呈现或跟人家的沟通是有很大的正面的帮助。然后运用颜色啊，运用图表，当然我也知道要补充图表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就是花真的要花一点心思心血下去做。OK。所以鼓励大家哦，利用图表。OK， 好。那在这里，对的，这样写就不好，对不对？就是这样写的问题在哪里？就是246后的这个257，这可能是摘录到我们小朋友的笔记里面，他就只是这样推出来。这样写不清楚嘛？为什么？因为后手这边呢，你看不出它的规则在哪里。所以如果你改，你结论这样，你若改成，你要改成什么？结论一，结论二 ，OK。结论一，结论二 ，OK。这个是把结论一这个数字，把这个标题分解出来，怎么样？他看到这个结果之后，做一点加结论一，他可能就砸在脑子里面。但你把结论一拿出来，再清楚多了。我知道这个是我的主要的叙述 ，OK。好，刚刚你 question 了一下说这个排法不好，为什么？这个后手这个先走的，比较好的地方应该是。把后手放在一起，把先手放在一起，对，比较能够看出这里面不会的问题。你像放在一起砸在一起，这个不太容易看出来。你讲什么清楚？如果你可以后手一堆，先手一堆，其实比较清楚。你想要看，你也想要说哪一堆资讯，看出数据出来。OK。那其他注意事项嘛，这个是课本报告的格式哈，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给实验科学用的。我自己觉得，因为说真的。数学的研究的研究器材跟设备，每个都是电脑系统，也没有其他东西的。就是我们不像化学哈，需要特殊的试剂啊，生物需要特殊的细胞，然后物理需要特殊的组合一样。我们那时候不是这样，大概就是顶多哪个化学都，你如果说做一些康定试剂，什么点线啊、圆球啊这些，那可以。那除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少。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那个格式好，然后再来研究方法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数学。
会跑出来的事情，因为这个比较像这个，因为我也没有研究设计嘛，要怎么设计的 ？OK， 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假设的形成啊，啊，它的论证可以，对，你的主要结果你的定义，对 ，OK， 那把它，我觉得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是至少对数学跟数学是另外需要来设计，但是好像大家都觉得这样子还不错，所以 OK， 参考资料很重要，但是你用别人结果一定要先引用。不然的话会变抄袭，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好，所以这是我说的。他在这个数学课的报告都是除了上面的东西要修正之外，关键字要放进来。一方面是你做的这个东西主要跟什么东西有关系，一方面是后人要找的时候比较好找。你有一些关键字出来，比如说我今天讲的是排列，我今天讲的是外接元，我今天讲的是旁系。好，你把那些关键字出来之后，后人比较容易找到说他的作品跟你作品哪里相关 ，OK， 所以然后研究动机与目的，我觉得就是，然后我现在讲在数学里面，通常你做的作品会先说人家几个人做什么事情，然后做到什么结果，然后我们再继续做，或者我们做的跟人家哪里不一样 ，OK， 研究过程的话，研究成果就直接写了，啊，就直接研究成果，然后结论你讲到看到怎么样？对，结论讲到就是说我先做到这里之后，可能因为时间不够，可能因为财力不够，可能因为技巧不好，所以做到这种地步，所以以后还可以做别的事情，把它写在这个地方，让人家知道这个东西还有发展性。好，然后这个手的报告是大家正在练习嘛，就是反正大家知道这条命在这周外、周外、几斤一样，确定说你有没有知道说它做什么东西。好，其实手的报告一方面，我觉得对你来讲，可以从手的报告知道每个角色的贡献点在哪里，就这个作品从哪条做什么事情。可以利用投报的这种方式吧。OK， 好了，谢谢大家，再见。摘要跟结语是，摘要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把你，就是你今天早上大家不是都写作课嘛，对不对？摘要分成三部分的，就是这个问题的动机哪里来，然后再就是你用什么方法做出什么样的结果。最后，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的应用，或者是它的特点是，就是很简单的，大概100-200字的内容，大概就去叙述一下你这个作品的价值在哪。那当然，结论就是，其实最初的结论就是说，你定一下，你做出什么，你在什么地方要做什么。比如说，人家做出 Anden 基数的时候，要我做出 Anden 偶数的时候，好。在 n 等基数的时候，它是 n 平方；在 n 等一数的时候，它是 n 三次方或二分之平方。尽量不一样，你就其实结论上，你这个主要定义是什么？你主要定义。那其实对数学来说，就是定义基数完之后，然后说，那这个结果之后，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变成什么？先跟研究成果一样，比如说有时候好像说，你先在写信的时候，好像在重复一次一个轮廓。OK， 所以你看我们写符号，我们写符号，我的意思是觉得，其实您这本有点像是推导的过程，就是你我们在写数学的论证的时候，方法就是我写了之后，然后接下来证这个定义，怎么这样，所以研究成果好像跟这个好包在一起。因为你论证的过程都在这里，那结论只有最后那个叙述而已。OK， 那当然有些人会有在数学里面，我有看他在 paper 里面把结论写在他的结论写在他的语言里面。第一章就我先用他们正主要结果，然后我的这篇文章的结构是第二节我先介绍一些背景资料，第三节是人家做的事情，是这做我第四节怎么定义力，怎么定义这个，对，让人家看出。paper 的结构，这样的话，我当我看到完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去哪里写，看我要看什么，再仔细一下写。所以这里的结论真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好 ，n 一是说，比如说 n 一是指数啊，这个是我的结论。那至于怎么证，对吧？这个分别其实有点小，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数学论文讲的都是这样。摘要的最后一段是不是写的很清楚？但摘要会讲的比较短，一句话就讲完了。你结论除了它这个，还有它的重要性、它的展望、它的一些它的
这个结果决定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或他所引申的事情会怎么样？结论是就是不会这样。不过，关键再要的点是这个结果在决定。OK，Anything else？那我就留给留时间给你提问去了。